来这边来坐一下。丧尸，丧尸吧。奶奶，丧尸。碰到你脚架，碰到你脚架。先别动，先别动。他都还走了，先站着别动，他走你脚架。丧尸，丧尸。用日语吗？我没有。下课。等一下，他那个头发。拜。拜。小苹果。 来做运动，错，请我们来做运动。动动手指，动动脚啊，轻松轻松深呼吸，学爷爷蹦蹦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不是，动动脖子不是。好，我也是站在这里。 对，毕竟我不是这个年代的，那我说，你想吃兔子肉了吧？哇，说什么呢，江城？小兔子是不能听这些的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不能听的。不能听，不能听，不能听。 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，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向看遍的世界，去最遥远的远方。 走，往哪儿走啊？每次都骗。我有什么动啊？你这，哪一关都可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哪个都能行吗？他？动狼，他绝对可以。动狼啊，动狼，我也是。动狼，哎，你是不是南方人啊？ 小心啊！好嘞，拉回去点了。拉回去，来呀！哇，好嘞！我们飞回去，怎么飞回来？帅不帅？我算一下。好，哎。